你这话说的话中有话，你想表达个什么？啊？就想留个长发而已。表姐好洋气啊，对，坐在她身边我都感觉有压力了啊，我压力有点大了。表姐她说她现在不敢唱歌，她今天有点紧张。是的，改天再给你们唱吧。对，改天。今天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改天等她做准备就给大家唱。给你们唱吧啊。他们喜欢听狼爱上羊，还有披上什么什么羊。叶总今天受惊了，是的，全部都这样说，然后说叶总受惊了，就是被你吓到了，知道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叶总他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可能会被我吓到呢？真的，你表姐温柔漂亮，哇，他们都夸你温柔漂亮。怎么又有人说我温柔了？真的，表姐温柔漂亮。表姐多高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这歌好听吗？好不好听？他们喜欢，家人们喜欢。家人们喜欢就好。谢谢关注，对这个地方没有关注的家人们可以点个关注。每次回家乡都要杀一只土鸡，哎呀，已经搞了好几只了。有鸡在配音，好多土鸡呀！等你们过来了就给你们一人安排吧。依然还一只，吃得完吗？表姐很厉害，是的，安在休息，安在休息啊，家人们。他在睡午觉。对，谢谢关注。业主总为什么被吓到了？是这个样子的，家人们是。今天我们在直播播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叶总就在我们这个客厅这边玩，然后表姐她中秋节她在外面打工，她回来了，知道吗？她回来了，然后回来了之后她就来我这儿找我玩，结果我刚好在做饭，然后她就去打开客厅的门，她以为是我在屋里面，结果叶总就去开门，开门之后我没有听到这边来人了，我就在厨房，所以的话他和叶总两个都是第一次见面，然后他就说你是谁，你到底在这儿干嘛，你到底是谁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，今天呢他就在问他，然后就问他你是谁呀、啊、然后他就说你不管我是谁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，他就以为叶总是个贼，知道吗？然后的话叶总就懵了，然后他们就过来问我，然后把我吓死了，我就在这边弄饭，知道吗？对，我就在这边弄饭，然后的话他就过来，他就说这谁呀、啊、我说是我男朋友，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被骗了，他说我被骗了，他说我被忽悠了，他说这个外面的，他说万一别人有老婆你都不知道什么的，就说我，然后我说人家对我很好的，我说都好久了，他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，然后来我就给他们介绍了，他叫吉花，你们可以以后直播间的家人们叫他花花就可以了，我的话就的我叫星星，他叫花花。叶总格局大，对，等以后有机会我请叶总吃饭的啊。对，只是误会，他其实不凶的啊，家人们不凶的。那我也是担心星星被骗了呀，一开始你们也应该很担心星星会不会被骗之类的吧。对，后来直播间的家人们就在解释，就说我很好，叶总很好的，然后他才知道，他也没看直播。花花，对，他叫花花，给家人们介绍一下，他
他叫花花，然后直播间的话就叫安心粉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叫安心？因为他叫安，然后我叫心，所以他们就搭建了一个，他们就叫做安心粉。娘家人直播间都是唱一首歌。哎呀，我看呀，家人们，我看唱什么歌啊？这是叶总的手机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听叶总的手机里面的歌都是这样的。叶总的歌，你们听一下，我才。是表哥的妹妹，对，她是表哥的妹妹。传奇，我给你挑战一下啊！这首歌有可能我唱不上去。传奇，我唱一下啊！我上一次好像都没有唱上去。你可以学几首歌，他们很喜欢听歌的。真的，家人们，这首歌好久都没唱，也不知道唱得上去吗？给大家来一下。跟店主喝茶说，两点十。唱一首《传奇》。大家满足一下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我唱的好不好啊，因为这个歌我也不怎么会。对，她是表哥的妹妹，表哥，表哥今天有事去了。谢谢关注我这个号的，好久没发过作品，好高呀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望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在睡觉，我不敢唱，我怕我的嗓子都是夹着的，我怕给他唱醒了。下一次唱吧，这样的，今天多给大家聊聊天，因为他在睡觉，知道吗？待会把他吵醒了，我改天再唱吧。今天不在状态，改天再给你们唱吧。他在打瞌睡。
what's left is right.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view. I can't see the end, but we'll see it through. Sky on your mind.